数字的自定变量就是这个数字自己，不需要任何的符号来界定这个数字。在 JavaScript 中，数字的自定变量可以有三种。第一种是十进制，平时我们所用的普通的数字就是十进制。第二种是八进制，如果以零或者零小写 o 或者零大写 o 开头的都是八进制，八进制只能用0到7来表示。第三种是16进制。如果以0x 开头的，都是16进制。